This is rap about the goose， 猫和兔子找的路子，也靠着肚里小小的故事，哈，听着。听着，哎 ，This is a rap about the goose， 所有人都想阻止的固执，他依旧迈着自己的步子，没有人有资格把我处置。Yeah，This is a rap about the goose，rap about 女性企业家，在他的世界里最大，人家会赚钱，你会吗 ？This is a rap about the goose， 一粒棉赚了1亿元，甩你一脸，要你去捡这个故事，嗯，还得继续编。派对到气氛的最高峰，所以把麦克风交给姐唱。每天我背都叫一粒棉掏出了1亿元，随便就砸你脸上。有300兄弟 follow me， 发一把金。当时没人敢第二句话，你姑妈跟表弟跟圈子的 OG 都死在我姐妹的石榴裙下，他们这么的辣，10个有8个都没有人管，一个被甩呢，另一个家里有欠债500万，还有阿妈擦鼻胃管，耶、yeah, ，一个头两个大，活该烂妓女都不欢迎，想要 CPR 就去找安妮，给我5000只帮你做 PCR。老子要让一些臭直男全部都帮我背包包，看我一个都不放过，这样子办法比他们都高招。一个自爆，掀起腥风血雨，没有再怕他眼光，一容莲花叫来了7、8个工具人代替我操刀。She wanna flex, she want the dollar， 衣服一脱那钱包就爆了。Baby mama talking on the floor， 贩卖经济像是 selling dope， 有你肥宅那 donate 都很酷，礼物几百种就像是我的 flow， 付费解锁那最最的 hook， 愿打又愿挨，要说谁的错，但他不敢让其他人给知道，夜深人静又一个人吃药，拜托了他又站着把钱挣了，站着赚钱却在镜头前跪着，跪的包包他一直接着买，钱来的容易要留更难，花蝴蝶遨游在花花世界，红灯亮着在每个日夜、yeah、他的故事我买，钱也赚了我买，他3000公司我买，钱来的容易我买，我分享几张多疯狂的棒子的命送，这社会的谁那不会说错，他真是梦想的不会说动，没拿钱的容易那有水桶，需要的专注的 you won't say no， 他才让他大多都被人利用，有人在火里也被我操纵，有什么问题呢，钱的不会是你的 enemy， 改变的是不管是星期几，他都还是想玩 break me， I don't know the fucking notion， waiting for the fans I'm working with， it's a caution cannot fake out for the rules I'm breaking withEarly morning, waking in the basement， 还赤裸身体也往屁股 on some dumb shit， 而且恶心的生活摧残他的身体，第二天呢他又重复做着一模一样的事。 Early morning, waking in the basement， 还赤裸身体也往屁股 on some dumb shit， 而且恶心的生活摧残他的身体，第二天呢他又重复做着一模一样的事。糟糕糟糕，是哟。啊，上来上来，耶、yeah。